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解说小花，欢迎收看部落冲突系列第19期视频。小花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录部落冲突系列了，你们想没想我？反正我是想死你们了。 OK， 下面小花先给两个长老，因为他们的捐兵数量已经到达了2000家，真的是捐兵狂魔。刚好我们在打部落战，于是小花就选了一个稍微不那么厉害的对手来打一下。这个是对面的34号位，叫崔伟慧，他们的部落名称叫野蛮世界。小花这一把因为一个恢复药剂可以说是痛失全局呀。好，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最后小花这一把输出是 94%， 那个药剂如果没有放错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整个两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可惜我放错了，手残呀。好的，我是小花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